确保能够应对一切危机事态。血洒长空，作为奉瑞才能，我们也不怕流血，不怕牺牲，要像先辈那样敢打敢拼，勇猛顽强，坚决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。 防卫动武，距离200公里，目标。 打击目标，2到弄3批，走向各4批。攻击打击敌重要兵目标，发射。攻击打击目标重要兵。 时候动作稍微快一点。第二个，接收到口令之后，一炮要附送口令。3炮，6炮实现。接下来的练兵备战中去，当前我们全连任务官兵也都精神振奋，斗志昂扬，士气高涨。我们将继续深挖装备性能，苦练胜战本领，坚决。